中国北方，寒冬降临，大地休憩。山东半岛中北部沿海平原，乡野间超过17万个蔬菜大棚，冰封在茫茫白色之下。大棚内外，温差达到30度。播种、萌芽、生长，漫长冬季，这里依然在创造生命最动人的表达。50岁的菜农孙明山已经和老伴忙活了4个多小时。8000棵羊角蜜甜瓜苗需要逐棵盘头吊蔓。临近正午，阳光渐强，棚内温度陡升，种苗的感官异常敏锐，温度和湿度的一丝变化都会影响它们生长的心情，马虎不得。孙明山的大棚长260米，羊角蜜从定植、授粉到采摘都需要及时细致的管理。这对老两口来说工作量不小，好在他有个得力助手帮他分担了大部分工作。因为他的话我一直得要，对，什么时间段那我温度是最高的，我一吃弄最高热，还能最低热，以后我一直能降了多少度。对，就是以前我只能看到现在实时的，但是我看不到整个时间段里的。我现在就是今天的我可以全看到，近一周的、近一个月的我都能看到，各个传感器。中午棚内温度升高，孙明山通过手机就可以控制放风口的大小，从而精确控制棚内的温度。手机成了孙明山的新农具。哎，孙师傅，好好好。从16年一开始用，最早第一代就是在棚安装的。现在，自动放风机、智能雾化机、补光灯等智能设备已成为孙明山大棚里的标配。科技的创新让每一个大棚正在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车间，但有时他们也会给孙明山制造一些麻烦。不对付他，他那个老师，孙师傅您尽量说普通话。小度在呢。打开孙明山东棚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小度在呢。打开孙明山东区的补光灯。你想控制哪里的补光灯呢？就小院还是孙明？我就现在就是说是你想着在室光发达的话，应该是最起码让它停动室光方向。18度至30度。打开孙明山东区的补光灯。好。好的。等等，就是慢慢的刷，刷快了不行啊。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应用，靠天吃饭的经验逐渐被科学控制的精确所取代，这也让孙明山有了更多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爷爷，就你，一主张有了病。第一代大棚全靠人工，刚拉车扇子的话哈，你看也得拉1个钟头，他每天拉每天放，这是最累的。孙明山所说的第一代大棚建于1989年，被村民们保留至今。这里是山东潍坊寿光，是冬暖式大棚的缘起之地。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，温暖的季风携着雨水的浸润滋养万物。这一区域农耕历史悠久，中国最早的农书《齐民要术》就诞生于这里。也是从这里，中国北方冬季吃不上新鲜蔬菜的历史逐渐被改变。今天，中国每年生产蔬菜超过7亿吨，位居世界第一，设施蔬菜面积达到400万公顷，
历经30年，东暖式大棚已经发展到第七代，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开始普遍运用。哎，陈师傅，你叫它关闭，因为这个现在已经全开了，上下位开不动，你叫它关闭。每次大风雨雪天气来临之前，孙明山都会和技术人员进行沟通，对棚内的所有设备进行一遍彻底的检修。这关系到整个大棚的安全和蔬菜生产，他必须保证万无一失。这手脚能控制外线。我们现在这十几个棚，其中有7家子已经在用了的。各智能设备这些公司研发到什么程度？继续研发那个有新产品的话，我们还是上新产品。3公里外，在占地200公顷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里，一座大型玻璃智能温室正在加紧建设。它占地8万平米，由6万多块玻璃和3500多吨钢结构材料构建而成。温室的主体结构即将完成，但保温被的安装却遇到了问题。所以这就是矛盾。你如果你要这么闹下去，这个栽培区啊，始终是大面积的遮阴，我肯定不能高了。所以这个必须倒过来放。这样安装的话，这面积在水里泡着，对，水呀，放到水里。水你不要担心水泡，水能泡多少，泡多长时间？你算算这个时间。哎，你到那个。几个月前，顾文忠带领一支由7名博士组成的团队来到这里。负责整个科技园的设计运营，每一个细节都对这个即将投入运营的超级智能工厂至关重要。智能玻璃温室，荷兰农业最具特色的代表作。先进的设施技术带来高效的管理和质量控制。郭文忠和团队要建造的是一个降耗节能、物联智控的中国式玻璃智能温室。智能大棚内，大规模种植开始了。1周的时间，工人们将定植下8个品种、总数超过23万株的西红柿苗。这是一座蔬菜生产的超级工厂。1年内，这个超级温室的目标是收获超过320万公斤的西红柿。这对所有人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事儿太多了，自动化就靠你了，等着你呢啊！事儿太多了。林森，这位农业信息和自动化领域的博士，要在这里开启一场智慧农业新探索。通过智慧大脑、智能机器人、2000多个传感器的协同配合，实现对20多万株西红柿生产全过程的智慧管控。主要是一个是日期，因为物流的耽搁，搭建智慧大脑的部件和机器人都还没有到位。眼看西红柿越种越多，林森有些着急。这里濒临渤海莱州湾，超过26000公顷盐田，描摹出多彩的颜色。高浓度的卤水已经超过植物生长的盐度极限，
每隔一段时间，潘好琴都会来这里取样。他要寻找的是一种能在极端环境存活的微生物耐盐菌。我们做这方面的工作呢，就是希望通过微生物这个种群呢，来有效的改善这个土壤环境，实现了一个健康土壤的这样一个概念。因为土壤呢是植物生长的本身，土壤好了，植物呢自然就能长得更好一些。经过几年的筛选、分离、培养，潘好琴利用耐盐菌研制出了一种新的微生物菌剂。他想尽快在蔬菜大棚里做一次生产试验。看到那牌子上写的什么吗？番茄手段。对，这个古城呢，就是种番茄的地方。潘好琴一家要去的是十多公里外的一个西红柿大棚。大棚主人王晓东发来消息，今天要开始西红柿的定植。潘好琴要确保这批西红柿苗能在第一时间用上新的菌剂。谁家的？你教教我，我也给你撒点。就这么。就扔上就行是吧？就这么扔啊，一个窝一个。我这也是第一次种苗。一年挣了40万，我说我也辞职，然后来这种棚吧，一年挣上40万。所以啊，现在当个新型农民也是很好的。王晓东今年刚过30岁，去年夏天他参加了一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，潘好琴是他的老师。种棚多年，王晓东看到市场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，想通过改良土壤提高蔬菜品质。对此，俩人一拍即合。用我们当地的话说，就是非常潮流的一个年轻人吧。他呢是比较乐于接受一些新理念、新知识的。没有说是觉得博士什么的，我就感觉就是有共同话题吧。本身做的这个农业这一块儿啊，再说呢，他也愿意说是帮助咱那个老百姓。提高这个收入产量。土地是农业之本，人们用辛勤的劳作、非凡的智慧换取更多的收获，也在用先进的科技精心呵护脚下的土地。国家作物种植库，一座宏大的种子银行，贮存着180多种作物，超过40万份种植资源。适宜的温度、湿度，能让这些种子的贮存寿命长达50年。种子，现代农业的基石，确保国家农业安全的源头，它们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。这份独根红韭菜种子和身边30000多份蔬菜种子一起已在这里沉睡了30多年。而现在，一场由蔬菜种子引发的科技竞赛正愈演愈烈。马秀，法国里昂人，和许多国外种子公司一样，他希望能在这里淘到金。If you want to be famous, you say I success in sugar. 本世纪初，中国种业市场全面开放，国外蔬菜品种迅速抢滩高端设施蔬菜种子市场，民族种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。齐炳林
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植物学专业硕士毕业，回到家乡成立农业公司，主要从事蔬菜种苗的培育。今天上海的合作伙伴赶来，要看一下棚里的口感番茄。这个品种他们已经培育了6年。这个抗病毒，主要是嘛，想试试它的抗病毒性。这个是绝对没问题啊，嗯，我们还有信心。目前来看很好。我们还有信心，这个抗病毒。嗯。这个实验棚里的318个番茄品种，由5000多个配组筛选而来，最终只有2到3个能够符合标准。但要真正实现商品化，还要经历若干年的试种。就从2014年开始到今天，明年才有商品种子，也就是第7年，我们才进入销售。我觉得中国农业会在我们80后改变。就分两个，18年来公司，现在主要负责公司的那个黄瓜业务。齐品林的团队平均年龄30岁，这里将是他们实践梦想的地方。我办公室就简单，你看乔布斯有一句话非常好，就是改变世界。就是现在咱农业的市场已经做得不错了，如果再把那个工业的节奏和工业的标准化带入到农业的话，农业的市场前景是非常大的。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地方最灵的？橄榄香市场炒得更香。嗯，好脆啊，真的很脆。嗯，还挺好吃的这个。很脆的。哎，好的。在基地的另一个大棚里，一场通过网络直播的新品种展示会开始了。远在北京的方志远院士也在关注着这场别开生面的新品种发布会。这次展示的4个甘蓝品种是方院士的最新成果。50多年间，他带领团队选育出的甘蓝品种累计种植面积达到1000万公顷。国粹有些品种很可能是国外进口垄断了，但是我们这几年经过自己的努力，国产的种子都起来了，国产的种子会越来越高，现在达到80%多嘛，将来会越来越多的。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，这场因蔬菜种子而引发的合作与竞赛仍将继续。王晓东和媳妇种着3个100多米长的大棚，最近几天这个大棚种植的黄罗曼西红柿进入了集中采收期。这个是不是特别产量特别高呀？反正我种的你种的好。我种的产量很高。现在摘出来多少？我第一年种的时候产量就不低，出了这个棚出了32000斤，今年我得出45000斤。个人那个什么吧，那个，对，它不搅拌，它就形成一层那个土膜嘛，越积越多一点。地肥用好，再个多用点菌，嗯，然后呢，接二还田之后，那地养起来就行了。嗯，不错呀，也能看出点了，这个叶片比那边好点。用来做实验的这盆西红柿刚刚进入坐果期，这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。王晓东精心照料着这一棚西红柿，每隔10天左右，潘好琴要来大棚一次。一位博士，一位农民，成了大棚里共同协作的劳动者。嗯，因为外地现在这几年建棚不是现在很厉害吗？他们起点非常高，设备什么的都。小东种下的这茬西红柿成熟了，潘浩琴也赶了过来，他要为这场对照试验做最后的验收。19.80，15.34。你看我们周围呢有很多的同事都是博士，
每个人呢就是做一些不同方向的一些研究，大家呢也是经常就是下地，会发现生产中的很多的问题啊，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。土壤改良还需要更多的试验和摸索，两位年轻人协商决定，在下一茬种植时再精心组织一次田间试验。超级温室里，智能机器人小队已陆续抵达，不久以后他们将承担起自动巡检、授粉、施肥、采摘、运输的工作。林森和团队正在进行的是采摘机器人的训练，但进展并不顺利。刚开始机器人它是什么的，它也不知道去摘，它也不知道去这个识别。那么我们刚开始就是采集大量的图片，比如现场的一个番茄的图片，然后来进行训练。光照角度、植株高低的每一次微小的变化，都会影响机器人的判断和行动。十多次尝试之后，一颗成熟的西红柿终于被摘下。这离生产还有很远的距离，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事？任何一个技术啊，总要往前推进，你不推进，永远也没法发展。太空建设即将一年，智慧农业科技园的领衔设计者赵春江院士专程来看项目进度。现在人的劳力可能是个大问题，现在你用了一些机器人，目前我感觉到的话，可能要真正大规模产业化生产是还有一定难度。我们那么花上几年的时间把它都解掉，全部机器人化了，把人解放出来。闻着番茄，再过，再过三个月，再过半个月，至少再过一个月。甜瓜获得丰收，孙明山开始规划下一个种植季。林森还在人工智能的世界里搭建着农生大脑。潘浩琴和王晓东已经开始新的土壤改良实验。我们都在努力向前。明天我们到达的高度，取决于今天奋力一跃的力度。当我们在展望未来时，未来已来。